这我一过一下，这我过一下。兄弟，来兄弟，兄弟，兄弟，这我过一下，过一下。来，进来，进来，进来。咱新朋友啊，咱的初副主委啊，咱的干副主委啊，咱两位副副主委哈，啊，咱各地委、各乡长啊，咱代表会咱的副主席啊，咱的副主席，到咱管理委员会所有委员同仁代表，所有的代表同仁，咱干事会即个干事委员。到咱新旧年，咱我哋邀请总干事，咱个洪总干事、徐清兄，到所有个工作人员、内部职员工，大家午安，大家好。啊，今仔日咧，哦，大家真辛苦啊，因为咱明年咧，咱新旧年。咱到你妈妈遐，我有陈水石，咱今仔日咧，咱的了石，咱的办公室建设办公室来成立的，啊，因为咱有请示妈祖，啊，外久要来成立这个建设办公室，啊，这嘛着爱我妈祖来看，都着爱摕着咱的总干事的生辰八字。看来现这个日啦吼，啊，今仔日也是一个不好的日子啦吼，今仔真好日，啊，所以咧，甲妈祖来敬着今仔日要来成立这个建设办公室，啊，我嘛要伫遮，甲咱所有的委员代表、干事，甲恁搁甲恁再一次，甲恁介绍一下，有的人可能哦，迄天咱要去邀请。咱洪水清，咱的英文主义来担任咱新旧年咱的乡镇总干事，阿伟代表可能也较无熟，较无了解啦吼。啊，今仔日佮再一次甲大家介绍，啊，咱明年乡镇总干事就是由着咱的新北庙的英文主义洪水清先生来担任啦吼，咱家拍一下破瓦石。来邀请咱的安平务主委马祖去特别交代，哦，马祖去特别交代，咱的安务主委啊，对乡石的一挂事宜较无了解，咱新北庙的代表会、干事会、管理委员会一定要全力落去甲伊配合，落去甲伊斗三工，互伊下当来完成啊，咱即届落你妈妈遐，我有陈水石。会大工课，尤其即届每年的乡镇足重要，是安怎讲？因为拄啊咱新乡一甲子，大家拢伫遮吼，所有的台湾全省，所有的宫市庙堂，十几万间，拢伫遮咧看讲，咱一甲子是安怎来办理这个乡镇？妈祖伊的庙路是安怎来行？大概我先煞先甲恁。报告一下，第一天、第二天的乡路，若是大家拢甲调了真好势，应该是照安尼。但是第三天，我嘛是阁有请示妈祖讲，妈祖第三天的乡路是毋是会当来改变一下？因为有足侪无方便，外口甲咱小平的国有宫、寺庙团，吼。因拢有咧反映啦，所以啊，咱有一寡遮个所有个干部来建议好个时阵，啊，到迄间也有请院长
好，感谢麻烦你啦吼。大家啦吼，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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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迄去一个查某年诶，弄出弄入，啊，伊进前伊咱诶安南区，伊就安那拢足交配了，拢正一寡幼教拢待遇也正好，啊，搁供应孙副主委，啊，拢足用心，外口拢伫咧走较济，啊，搁咱陈安南副主委，啊，咱诶蔡炳伟哦，咱诶副主委拢对我安尼哦，安尼了台湾全省安尼走，伊嘛有够辛苦。啊，一寡工课，即栽培工课，拢咱各地位哦，咱地位遐人个上扛，但民众甲恁处理甲正好势啦。啊，过咱个财务长，恁着有了听哦，恁哦拢爱较辛苦个，哦，听过，麻烦恁哦，恁着比较辛苦个啦，歹势啦，哦，是安尼啊，互恁较辛苦个哈，条哥啊，你着一个啦吼，拜托一个啦吼，啊，无要紧啦，咱。你咧做吼，咱有咧看啦吼，啊，感谢啊，啊，若有啥物工会啦吼，罗马组佫特别交代讲，咱个工作干事吼，一寡啥物拢较无咱一定爱专业入去甲配合。啊，我真个来邀请咱个洪主席，咱个总干事啊，起来甲咱安尼，迄个弄起来好，啊，甲咱讲起来话，感谢。感谢啦，今天我们先建议啊，先哦，来给咱迄个检讨一下。啊，即届啊，着爱去注重，爱去照着伊咧，伊个一寡人脉啊，啊，搁有一寡工作，伊个能力啊，也非常之好。咱即几位咱个副主委，大家拢足用心，啊哦，大家实力拢正好。啊，我嘛要哦，再一次来配马组来照着伊送个搭个。来甲伊斗完成咱这个一家子，哦，拄啊一家子这个标志，啊，咱来做滴文化庙，万物齐衰者，啊，我来请咱的王副主委，咱的郑永兄，你来甲咱勉励两句啦。
啊，上届啊，只副主委员，哦，啊，只委员代表啦，吼、哦，首先就对啦，哦咧，今年过完了，其实也是两单元，足紧就对啦，吼、哦，三年一个月足紧。那么这红灯时叫依据咧是较轻松。那么提案过去，我的经验就对啦，吼、哦，红灯时叫伊出声好，我就该做啊做好势。哦，以社会你的人家这经验就对啦。那么这香酒，我这管理啊来来倒三单，负责来对的，好啦。那么我有一点的建设，即我是讲，即马安尼即看了，了安拢做爱百分百规定，即百规定的即人一定爱强调。我曾经讲一句话，即叫天来唔是天来，来交上来。安尼就足大生意，袂得别人拜后面去行。哦，即分公司伊即阿姐来，好公司啊，差不多伊来，我拢在做迄个事，我甲主任员，我即点上重要。因为这乡下的这人吼，也七百几斤，一个话不话，你我是一件拜访，唔来不义务啊。哦，啊，所以你一定爱人拜访，啊，拜访的时间，因为日子也拖了，爱赶紧，袂使拖，甚至袂使拖紧，人是要赶到上边带到的。哦，这点的这人吼，啊，大家这拖队啊，较认同的，有闲的带出来，哦，出来赞助，安尼，我妈做公差出人拜访，你人了后，你又不一样。不要提供啊！你若无啥钱，啊，我另个月前两日、月前三日提起呢。我只讲哦，以我安尼咧听，我见个足重视这点。哦啊，以上感谢大家。迄个甲所有的主会的生死八字啊，已经哦，放伫妈祖的案前的啊，也咧互伊哦，互伊哦，算伊也好啊。因咱明仔载十点，要来请示妈祖来挂职啦吼，来挂职吼啊。那希望咱啊委员代表啊，咱来参加，然后时间啊十点，要来请示，要来请妈祖来落驾吼。啊，我即个啊来邀请啊，咱的公务主委，咱的公民事务主委啊，来给咱面对一下。咱关注咱注意了吼，咱这个公务科，咱的公务科啊，咱的公务科，啊，咱创务主委，咱这个咱公务主委，啊，咱贵重的，啊，咱这。委员千人啦吼，我们代表会主席甲副主席，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啦吼。咱今日在吼，啊，咱就是咧请示咱农业部嘛，就是每年三月的田秋科的日子吼，啊，咱批过也好啦吼，啊，咱咧出水标定了，这个整个程序啦吼，拢今日在咱的农业部嘛，拢会一一。咱啊，我是希望讲，离咱明仔载去人看，会当随时吼，来滴啦。咱各组啊，比如讲会长、副会长、总干事、副总的，各组的组长全部列起，安尼咱才有法度一一来做，一一来做会。因为话，伊想讲啊，我就无，还是讲拄着啥物代志，伊便当来担任这个位。啊，咱会当随来。啊，三下七档来来迄个签字，迄个啦。希望讲一日咱来做些工作。啊，感谢大家吼，谢谢。啊，大家太踊跃了。好，谢谢。感谢咱福州的啊，我今天要请咱的咱的咱的副总啊，谢谢咱啊，谢谢。啊，咱的啊，我们注意啦，就咱的这个金牛车，咱的这个房产还有咱的这些啊，好，啊，咱的超注意啦，咱。啊，咱嘞啊，从刚才啊，咱嘞这个啊，多呀吼，咱是主席啦吼，啊，咱嘞副主席咱只看到委员先做代表队啦吼，啊，今仔日啦是用是代表队啦吼，啊，是咱当然可以用招，
诶，即个啊，办公室建设办公室的经理，大好的意志啊！啊，开讲诶，咱副主任啊，都有讲嘛，主任讲了，主任我起来就讲肯定对安装该做的认定嘛吼，咱大哥发些好啊！啊，咱来做防卫工作嘛，谢谢啊！啊，感谢感谢啊！咱副主任啊，我今天来咧会上讲啊，会上讲，来给你讲。啊！咱顾名归完了，啊！咱正在为这东西，咱代表为大家祝谢，咱顾祝谢，啊！大家晚安，好啦。另外，别老家烟烟，他来华家安神修科，有中战书，有咱安蛋的，他出来安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我们休克的了解，但是广泛处理啊，他还不给很多面，啊，就跟解盘广泛处理，好，那么讲来。好，今天我们来做这个会上啊，我今天来邀请到咱的代表位，咱的叫主席啊，来这边的，主席。边个？你讲，他唔系你讲。好，不然咱我们直接来看看。好，这个东西，包括上当，啊，代表这些嘛，啊，啊，以及啊，咱的，我们这个，那个，啊，这个大家是吧？代表会尊敬的支持，我们诸位，我们中正书，我们这种想法的要求啊，我们办的成功，感谢大家了啊！啊，感谢嘞，我简单来报告一下，啊，咱委员代表感谢吼，啊，恁吼做过一件大事，啊，因为咱好不了了吼，好不了，好不了，咱的委员啊吼，委员加济，啊，咱国家校的委员都做不了。所以啊，我特别就对啦，特别去跟好委员参相讲哦，因为恁家侪人是毋是，恁几下人来接班哦，来做副总干事啦，啊无恁的上工军哦，有足侪人来参与啦吼，啊比如国家头啊从亚工军啦，我嘛是呢，我嘛甲阮的副机长讲哦，欸，机长呀，歹势，那亚工车的工课哦，就爱咱的代表转了就去遐。啊，阮即几个委员哦，来甲代表做工课，哦，啊，恁吼恁较辛苦的，啊，我嘛要借着这个机会，甲咱吼遮国家头的，甲恁报告一下，迄是我吼、哦、做一个主委，啊，去甲好委员拜托因遮即几个吼、哦，来甲咱吼做副总干事，毋是吼、哦，因吼好委员无迄个意思，啊，要讲要用啊，人拢无，是我亲身去甲人拜托的，啊无啦吼，咱国家头你也看。像咱溪埔啊，双脚拢一个，因拢爱国家头拢爱吼，移村来看遐个人头，还是处理遐个庙村啦。啊，我是硬去拜托人好买了，因就较济人，所以吼、哦，这点吼、哦、一定爱请咱吼七里仔角头，将委员代表干渣吼，一定爱甲好买了说多些，袂使有一点点啊吼，啊安尼感觉怪怪拢袂使，那是咱吼咱个迄个。建设诶，迄个办公室，请所有的干部来拜托的，不是人因迄个时间硬拜托的呢。哦，所以哦，啊，我爱吼咱的委员代表干渣，互恁了解。哦，所以呢，咱吼爱客哦，搞好尾了，先拍一下拖把一下。哦，啊，我后边要拜托讲，咱好尾了吼，较大力啦吼，啊嘛较大声啦，啊，所以恁较辛苦一下，互恁哦。做一关工过啊吼，而且再一次，甲恁啊，甲咱哦，七里仔角头，即个委员代表感谢嘞，甲恁谢谢多谢啊，替着恁妈妈，甲恁感谢啊，恁的辛苦，恁的辛苦啊，王爷妈做不做，拢有在看，多谢，感谢。是嘞，啊，安尼，同事是先安尼，哦，安尼来个主管，我们今仔日早点，边啊，七里妈做来看下吼，好好，来，我你来收山。这个是不能说，你看你，他那个红军呀。
我们是习惯，为着这一个科学啊吼，啊，而且咧无闲无日啊，啊，拢是正常观念，啊，减少减少减少，啊，大家讲，啊，今天咧，咱咧，用一个建议来提拔，咱来成功，咱今天咧吼，来到这，来到皇冠集团，请全体胜利，火上叫嘞，站住嘞！